最近有间日系追逐店进驻旺角，一入到铺头就好似置身喺日式旅馆，木格拆嘅装修配搭和式风格布局，加上环境干净卫生，感觉好舒服。铺头分为上下两层，上层咧主要系按摩房，以日文七摇日为房间嘅主题。店内咧主打中式按摩，价钱相对亲民，最平只需要138元就可以按足头肩颈。其中皇家精选套餐咧就最受欢迎啦，一个价钱咧包晒养生蒸脚桶、足底按摩同埋头肩颈按摩。木桶蒸脚咧有助排毒驱湿气，蒸30分钟已经令到成个人暖粒粒。师傅咧会再以自家制嘅茶树油按摩足部，草药成分有助消炎去水肿，就算系敏感嘅皮肤都啱啊！喺按摩嘅尾声咧，职员会奉上泡茶同埋蛋糕，为今次嘅按摩做完美嘅总结。